哎，这家烧烤可以，你多吃点。嗯，哎，老公你也吃。哎，哎，你谁啊？你有病吧？给你点了。哎，你走开！哎，大哥，撞死他！你们恃强凌弱，算什么男人？再动我先是打死你！没事吧？来，兄弟们，掏出继续打！你说你吵什么英雄？你不看看人家几个人，活该。对，你们快点来就行了。就是的，这帮女的也认识的，人家都是说两句好话不就行了？名字打不过还反抗？咱们看个热闹就行了。你看那几个女的，大半夜吃烧烤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女人。我是成英雄了。代表中岛组向大家郑重承诺，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，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，有一起查一起，有十起查十起，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。